好啊，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一节课呀，给大家讲一个小升初啊，或者说平常考试必须考到的咱们的小球面积这一块的内容啊。那这个几何专题里面，小球周长、小球面积是重中之重啊。那咱这节课也是一样的，从咱们的这个知识结构是吧，案例分析、强化巩固、举一反三、归纳总结啊，咱们重点让同学们。在跟着李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呢，养成独立自主学习能力、举一反三的能力啊。那这种学习的方式和方法是咱们提高成绩的必须要经过的路，好不好？也必须要提高的过程。好，同学们把这个思路打开啊，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这个巧球面积啊，当然有同学说李老师啊，你这面积不就等于？你像正方形的面积就是边长的平方呀，边长乘以平方呀，长方形的面积底乘高，对不对？三角面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哎，那巧球面积说明你直接用公式求不出来，它需要用一个巧妙的方法，也就是说运用易学知识，用特殊的数字思维、特殊数学思维计算出，注意不能直接算出来的，哎，那咱们才叫巧球面积。那重点考察观察思维能力，好不好？空间观念。那讲课之前呢，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是不是？咱们要用到的几大原理，比如说容斥原理，一会儿会给讲到差不变原理啊。其实它一会儿你会知道，它就是割补法。哎，这是咱哪些方法的咱们的这个知识的由来，是吧？差不变原理其实就是割补法。那好，那咱们勾股定理啊，这个做一个了解啊，到六年级可以再学啊，五年级如果有能力学也可以学一学，没有能力学没关系啊，咱们重点把差不变原理、容斥原理必须学会，好不好？那咱们用到的几大主流方法有平移法、割补法、旋转法、对准法、特殊指法，每一种方法不用你背是吧，在咱们这节课里都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到啊，都是按照类别给大家找出来的题型，所以呢一定要学习。好，我们看一下，在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中，哎，最长的边是12，看一下是吧，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很多同学每次考到像这样的面积题呀，头疼，是不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其实刚才给大家列举的，你像 S 等于二分之一 A 乘以 B 底乘以高，或者二分之一 A 乘以 H， 对不对？你就基于它，你就求呗，是不是？这能有多难？你第一个方法最简单的，它要求面积，这是等腰直角三角形，说明两个腰相等。那从上边做一条辅助线下来，你说这是不是45度？是不是？那这是不是也是45度啊？哎。那说明啥问题？你看整个这是12，那这就是6，这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比如说 ABH， 那你想想三角形，这样说吧，三角形 ABH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对不对？它是等腰，那你想想AH 等于是不是得 BH 啊，都得等于6厘米吧，哎，所以啊大家同学们不要错了，是不是？那 BH 等于6，那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就出来了？ S 三角形面积等于二分之一底，底是多少？是不是12呀？这个底是12，高是多少？刚才算出来等于6嘛，对不对？所以这样一算等于36，哎，平方厘米。那同学们想不想听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呀，那就是一个咱们刚才讲到的数学思维中的一个割补法，好不好？想听的同学啊，大家注意了，割补法。哎，当然确实在这道题里体现的不是很好，但是还是要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啥叫割补法。哎，我把这个东西拿开，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啊，一开始我把这个遮住了，是吧？这个时候大家看，哎，是不是出来了呀？
是不是啊，他们？你看看，他把这个都擦掉啊。把这个都擦一擦。好嘞，同学们看，那我把这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 好不好？等腰直角三角形 ABC， 把 ABC 复制三次，是不是凑成了一个 DE？ 是不是就变四个三角形？你想想，是不是就变成了正方形 DBCE？ 这个就属于割补法中的补。哎，把一个不好直接取出来的图形补成一个正方形，那你想想，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出来了 ？ABC 是不是就等于四分之一 S 正方形 ？DBCE 呀，那是不是等于四分之一乘以十二乘以十二呀？是不是36平方厘米？哎，是不是同学们？这个就属于咱们的割补法的妙用。啊，写这儿啊，割补法啊，注意它其实包含两个方法。这个地方呢，它体现的是一个补，有的时候呢还要割，有割有补，是不是？统称割补法。好，第一道题呢，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他说呀，大正方形的边长是12，求中间最小正方形的周面积，这四个都是12。他问的是这个，哎，他问这个小的，所以同学们，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是吧？有的人说这太难了呀，不会做呀，勾股定理也没学，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得做辅助线，第一步，哎，你要不做辅助线还真不好做，你直接看你咋看呢？对不对？并且做辅助线呀，你还得去试错。你有的时候呢，一边儿一个辅助线没搞定，是不是？回过头来再做正确的辅助线，哎，第二步再计算啊，因为这个没办法直接求。好，那我们做一个什么辅助线呢？哎，我们先连一连吧，大概的，是不是？这个肯定是可以连起来，先看看。12。那同学们发现没？你这12的话，哎，那我再做一条，你这样还是看不出来呀。再来一条，好不好？再来一条，这样再来一条。那我们再看看，同学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能看出来？比如说啊，中间的小的正方形，我用 S1。SE 对不对？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啊？一、二、三、四，它是不是等于四个小三角形的面积啊？比如说，小三角形面积用这个三角形，好不好？哎，S 三角形嘛，就这样。有四个，一二三四呀，包含的是一二三四，这是咱打草稿。那你看看这个大正方形，我比如说是 S 二。大的整个正方形是 S2，它有多少个？同学们，那我们要写一写了，它有多少个？比如说这是五，这是六，这是七，八，九，十，11，12，13，14，15，16，对不对？它有啊，16个小的三角形的面积，一直到16。那按照这样一个分析的思路，同学们。那你说，这个 S 正方形是不是等于四倍的 S 一呀？要求的就是 S 一，那 S 一就等于四分之一乘以十二乘以十二，等于多少？36平方厘米。单位别搞错了，我写这儿。所以这道题其实就属于一个割补法中的割，对不对？割补法中的割呀，同学们，看出来没？刚才是补，刚才是不是补啊？这太少了，给它补全。完了，这个太多了，你看这太多了，多了给它割，割成小的，
一二三四，甚至到16个，是不是？一到十六，有16个小的。然后呢，大的这个面积啊，有16个小的，小的这个面积有4个小的，所以啊，面积关系就是4倍。这道题体现的就是个，对不对？不难。那么看这道题，哎，同学们先思考一下，李老师啊，先喝口水，好不好？思考一下。那拿到这个题怎么办？你看一下，同学们，哎，正方形的边长是八，那咱标上呗，你怕它干啥？八，他说 CE 呀是20，哦，那就是这一段是20，那这就是12呗，对不对？好，求梯形 BCDF 的面积。B C D E F B 是不是？B C D F 是吧？那这边不知道，用梯形的面积公式直接求不知道。你问号加上八括起来乘以八除以二嘛，正常求。那问号不知道呀，没办法直接求，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还得运用，哎，咱们刚才说到的做辅助线呀，是不是得做辅助线分析啊？直接没法求，那。我们从这儿到这儿先做一条辅助线看看，好不好？咱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对应的关系，先把它做出来。那同学们看一看啊，这个时候大家看啊，DC 和 DE 的关系是能看出来的，对不对？一个是八，一个是12，那 FD 是一样的，FD 是垂直的嘛，对不对？那这个 FDC 和 FDE 之间的面积比应该能求出来吧？并且 FCE 的面积也能求出来，为什么呢？你想想，FCE 的面积，FCE 的面积如果能求出来，哎，那我就可以把 FD 求出来，是不是啊？用面积，梯形的面积公式就能求。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求 FD。等于几，对不对？那我想办法把 FCE 的面积求出来，怎么求？割补法呀，EBC，那 S 三角形 EBC 减去 S 三角形 FBC，FBC，EBC，FBC，它俩一减不就等于 FS 三角形多少？哎，FCE 嘛，对不对？那咱们往下转化，来，同学们，往下转化的话是这样式儿。你看啊，EBC，你看啊，EBC 不就是 BC 是多少？我直接列式子了，那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以八乘以20，对不对？EC 是高啊，这是底嘛，对不对？好嘞，减去二分之一 F。FBC 的面积不就是底是八吗？底是八，高是多少？也是八嘛，要乘以八。哎，那这样一算，是不是就可以把咱们的哪个面积求出来？他们是不是就把咱们这个 S 三角形 FCE 啊？所以 S 三角形 FCE 就等于它了，等于多少？算一算。80减32等于多少？哎，这就一步到位了啊，等于48。那咱就等于多少？等于啊，48平方厘米。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啊，你想想，FCE 它其实等于什么呀？它的面积就等于二分之一底。底是不是 EC 呀？那就是 EC 乘以 ED，那等于二分之一。EC 是20乘以 ED，再等于这个48。那你想想，这个 ED 是不是出来了？嘿嘿，ED 是不是出来了呀？那 ED 呀就等于4.8，是不是啊？哎，ED 就等于4.8。好，同学们，ED 就等于4.8厘米呗。哎，这边是多少平方厘米？好，同学们，ED 出来了，
哎，你说梯形 B C D F，哎，等于多少？换颜色，二分之一上底4.8加上下底八，上底是4.8，下底是八，高是八，是不是啊？高不就是八吗？那直接出答案了啊！大家可以可算一下啊，四乘以12.8嘛，对不对？四乘以12.8，大家可算一下啊，4832。哎，我来列个数式吧，4832进32再8，11,512，对不对？那就是51.2嘛。嗯，好，那咱们最终的答案就是51.2，哎，等于51.2平方厘米。哎，就这么巧合，是不是？好，同学们，像这个题，大家下去一定要反复再巩固一下啊。可能下次咱碰到了，不一定像李老师这么熟练。那因为咱是第一次，是不是？熟练之后其实没有太难啊，好不好？那咱们接着往下看。图中有三个正方体的边长分别一、二、三，求阴影部分面积。这是一，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这是三，对不对？求阴影部分的面积，它是这样的啊，从这儿连到这儿，再连到这儿，连出来一个啥呀？直角三角形。哎，它连出来了一个直角，哎，不是，连出来一个三角形，同学们，那这个时候该咋办？你直接求肯定求不出来，为什么呢？不规则。哎，虽然说三角形不规则，没法求出底和高。三角形的面积不就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吗？底不知道，高也不知道，没办法直接求。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想办法用数学思维呀，刚才讲到的割补法呀、平移法呀、旋转法呀，对不对？给大家刚才总结过了吧？平移、割补、旋转、对称、特殊值。哎，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旋转没办法，平移没办法，是不是又要用割补啊？其实。割补法是小学阶段呀，这个巧求面积里面，组合图形求面积里用的最多的方法。那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梯形一、三是两个底，高是不是可以求出来？梯形的面积，比如说是 A、B、C、D，这边是 E，好不好？把这两个小三角形一咔嚓，是不是啊？哎，先补再割，对不对？所以 S 三角形 A E D 是不是等于 S 梯形 A B C D 减 S 三角形 A B E 减 S 三角形 E D C？哎，这三个都能求出来。同学们看，这个能求，这个能求，这个也能求，答案就出来了。哎，等于几？二分之一括起来。梯形的上底是 AB，加上三乘以高，高是多少？一加二加三，减去二分之一 ABE，是不是乘以一乘以括号一加二呀？再减二分之一乘以括号三，哎呦，这不用括号啊，三乘三啊，这两个面积都能求，最终答案等于几？同学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思考，直接把答案算出来，是吧？得练一练，不能光看李老师讲。嗯，李老师在这儿也在打草稿，跟大家一起算啊。嗯，所以啊，最终答案等于6啊。哎，好不好？看谁算的快啊？好像我算的应该更快一点，是吧？6平方厘米。哎，答就行了，是不是？这个很典型的就是补，你把这个阴影你太难求了呀，先补了，补成梯形，对不对？先补成梯形，然后梯形呢再割，哎，割出三角形，哎，咱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是吧？嗯，因为你直接拿着去求这个东西，你咋求？没办法直接求，太不规则了。不规则的东西一定想到的是补，补完之后变成梯形了。这梯形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再去割，
把三角形割六，哎，这个思路啊，一定是非常好理解。我希望大家以后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这个思维啊，它不是一下说，哎，谁一下就把思维教好了，先有意识，再有这样的能力，好不好？嗯，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往下走，他说呀，如果平行四边形 BCEF 中，哎 ，BC 等于八。AC 等于十，哎，他这个意思。求他说阴影部分面积啊，比三角形 ADH 大八。哎，他说这俩阴影部分面积比这个 ADH 要大八。你这玩意儿直接用不了，你想想，刚才是不是讲过了呀？直接求求不出来的，直接求不规则，对不对？不好算。一定要想到的去用割部法，是吧？一定是割部。哎，那我们看一看这两个阴影部分跟这个 ADH 啊，它有啥关联？它们都有个邻居，你发现没？它们的邻居是谁呀？同学们，看到没？它们的邻居好像是它嘛？你看 ，BD、DH、HC、CB。他们如果都跟这个 S 相加，两个阴影部分，比如说俩勾勾，两个勾勾相加再加 S， 变成了 S 平行四边形，对不对 ？FBCE， 无独有偶哎，你想想 ，ADH 是不是在这儿呢 ？ADH， 比如说呢，用个 Y 吧，好不好？如果这个 Y 加上这个 S， 是不是得到了 S 三角形 ABC 呀？平行四边形面积，三角形面积，是不是就变成了规则图形啊？所以由不规则就转化成了规则，这个思路就叫做割部法，是不是要想到割部啊？所以整个思路呢，应该来说很明显了。所以这道题啊，咱们是不是啊？哎，思路就出来了。那咱们就把这个 S 当一个中间人，对不对？当一个公共的面积先加上。好，哎，两个小阴影部分面积，比如说我就用 S 阴，好不好 ？S 阴影部分面积加上 S， 是不是等于 S 平行四边形 FBCE 啊？那这个同学们，这是不是能求出来？然后 S。ADH 加上这个 S， 就是这个 Y 是吧？咱现在就不用 Y， 刚才是分析的啊。那三角形 ADH 再加这个 S， 中间这个 S， 对不对？它是等于 S 三角形 ABC 的，这个能求，这个也能求。完了，他说呀，阴影部分面积减去 SADH， 那这个一二是吧？一减二，一减二不就能得到？阴影部分面积减 ADH 吗？咱们又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抵消了是吧？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减去 ABC 的面积，平行四边形面积就等于什么呢？底是不是 BC 啊？乘以高 HC， 减去 ADH 的面积是不是 DH 啊？乘以 AH 啊？对不对？哦，不对 ，ABC 啊，写错了，抱歉，写错了。嗯，这是 ABC， 哦，不对，等一下，这是 ADH， 减去 ABC， 对不对？这是平行四边形面积减去 ABC 的面积 ，ABC 的面积不就是 BC 乘以 AC 乘以二分之一吗？对不对？底乘以高乘以二分之一，这一块等于几？同学们？说是八的呀，那 BC 几乘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八呀？哎，所以同学们这样把式子就列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下啊，下一步 BC 是几啊？八 ，HC 是几啊？不知道 ，HC 不知道，那就写 HC， 减去 BC 是几啊？八 ，AC 是几 ？AC 人家说是十，再乘以二分之一，等于这个整体是多少？整体是八的，是吧？那这样就把 HC 取出来了呀，是不是等于六啊？
哎，等于六厘米。H C 是六，人家问 A H， 那 A H 等于多少？所以 A H 就等于总长十减去六等于四，因为 A C 人家都说了，是不是 A C 是十，所以等于四厘米啊。嗯，所以这道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哥布斯啊，找一个中间人，哎，找个中间人 S 啊。好了，这个刚才又给大家重新的回顾总结一下啊，希望大家以后不会再出现方法找不到的问题，是吧？这道题求什么？两个正方形空白处的面积之差是多少？两个正方形空白处面积之差，嗯，比如说我就用它用 S1， 它用 S2， 你直接求 S1 减 S2 等于几？你告诉我。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俩一减更不知道。你想，是不是要用割波法？看没？哎，是不是得用割波法？你看看中间这个面积啊，有个 S3， 是不是有个 S3 呀？那如果说呀，同学们 ，S1 呢先跟 S3 相加，哎，我先去加 S3， 然后什么？S2 S2 这个时候它也去加上 S3， 这是什么呀？这两个呀都能组成一个正方形，你看这是不是大正方形？这个是小正方形。那你想想，这两个正方形都知道了呀，它的面积是5乘5，它的面积3乘3，那用它俩再去相减的话，你这个就能抵消掉嘛，那就能得到 S1 减 S2， 那等于几啊？哎，是不是就出来了呀？就是25减9等于16平方厘米。所以这道题啊，你看看又再次巩固了像这样一个，哎，找公共区域补成一个什么呢？补成一个规则，是不是16呀？这是导测稿啊，所以补规则一定要补。那没法直接求。好，再看一个。嗯，咱们看这道题啊，就有点夸张了，是吧？同学们看，这里边阴影部分的面积，哎，他说大扇形啊，小扇形的半径，一个是五，一个是三，长方形和它们都有公共部分，求阴影部分的面积。你想想，以这个点为圆心画了一个半圆，这个点为圆心画一个半圆。这是个长方形，那你想想这个题咋做？不规则呀，是不是得补啊？那你肯定想到补，但是这玩意儿还真不好补。你这一块的面积，你看看，这一块面积你要补它，这一块的面积，你不仅要补它，还得补它，你想想这个就复杂了。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们，如果补都搞不定的时候呢，你注意啊，用容斥原理。因为如果你发现补或者叫割，嗯，还很复杂的时候，你要想到用容斥原理，它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啥叫容斥原理？是吧？同学们看，按这两步走。第一步，标出序号，一、二、三、四，标啥呢？就是把这些没有边界，不是没有边界是吧？就是，哎，这个一二三四，你看它是不是独立的存在？它都是独立的，跟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交集，对不对？都是独立的，这一二三四全独立的。完了之后呢，标完之后，咱们能求出多少东西就求多少东西。第一步，慢一点啊，标号，不重。不漏，哎，序号之间无交集。啥叫交集？就是没有交汇的，没有重叠的，都是独立的。第二步就是要，哎，求已知规则图形的面积。
你想想，你只能这么干呀，你不然咋办呢？比如说呀，你想想，S 小扇形，S 小扇形能不能求出来？S 小扇形是不是一和四相加嘛？就是一加四嘛，对不对？大扇形呢？大扇形是什么呀，同学们？大扇形是这个二四三相加。然后是不是还可以求出长方形？你看，这个长方形它还是一个规则的呢。长方形是一加四加三，第三步计算，按这三步来。那你现在要啥呀？要的是啥？要的是四和二相加，四在这儿，二在这儿，它俩要相加的话，我就得用这两个整体先相加。得到二和四，多了啥？多了一，多了三，多了四，一三四是不是在这儿？那我再减去这个整体，那说明 S 小扇形加上 S 大扇形减去 S 长方形，不就算出来了吗？哎，是不是啊？这个就叫容斥原理，按这一二三去做，怎么算？小扇形的面积等于四分之一乘以多少？派乘以半径的平方，三的平方，加上。大扇形的面积四分之一派乘以五的平方，减去长方形的面积三乘以五，最后算个结果就可以了。那有同学说扇形面积我家孩子还没学呢，你看看这个扇形是不是90度啊？90度从这儿到这儿，这个面积是不是整个圆的四分之一呀？圆的面积你总会了吧？圆的面积是不是派乘以半径的平方？这三四年级学是吧？那这个四分，这是九十度，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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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扇形的面积其实就是，哎，这整个圆的四分之一，对不对？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嘛。这个还是带一下，免得很多孩子这个，没学过这个是吧？那我就再还是说一下啊。好，那最后的答案呢，我再打个草稿是吧？四分之九派加上四分之25派。是多少啊？四分之34派，那就是二分之17派嘛，对不对？二分之17派减去35，15，行，你就写这个。如果说他这儿说保留几位有效数字，几位有效数，是不是？那你给他化简，他没说，就这样放着，所以最终的答案，应该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啊，同学们。所以下去啊，像这样的题找练习题练一练啊。所以这个题的解题的流程和步骤大家得熟练，以后碰到了是吧？比较复杂的各部分还比较复杂的用容斥原理，你看看，是不是很明显？最终的答案2分之17派减15，好不好？那咱们这一节课呀，给大家再最后总结一下，好不好？刚才在这儿其实已经总结过了，差不变原理，两个数增加一样多，两个数减少一样多，差不变，是吧？啥时候用啊？各部分的时候用，是不是？在这儿就有啊，是不是都增加了 S？是不是都增加 S？是不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都增加 S3。不会改变两数之差的，a 减 b 这两数之差不会因为它俩都加了个 c，或者说它俩都减了个 c，它俩之差是不改变的，看没？它俩之差是不改变的，这个在各部分里头用处非常大，是吧？那还有什么原理？容斥原理，刚才试过了，是吧？勾股定理大家在六年级再学吧，好不好？那有同学说李老师啊，咱们这节课呢，内容还比较多，确实有的东西啊还没巩固好呢，但下去要找练习题及时的巩固，这样的话才能举一反三，学以致用，不要学了就一会儿就不管了，就忘了啊，好不好？但如果觉得李老师课讲的还不错呢，记得分享给更多其他平凡家的孩子，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李老师学到好的方式、好的方法，好不好？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到了初高中，才能。
不至于说有的孩子小学学霸到初中又掉队的，那一定是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出问题了啊。那这个学习的方式和方法，大家跟着李老师啊，你不管基础怎么样，你都能有所，是不是提高，有所进步的，有所感染。哎，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你会去模仿，是吧？嗯，好，那咱们呀，下节课再见。